我们接下来就抽这个圣器吧。我觉得今天要不来个爽的，我们直接把所有的钱都丢到这个圣器里面。怎么说？说好看，折扣商店啊，折扣商店，折扣商店，九阶任选，八折、七折、七折，这个红的不需要，六转、九转，我觉得我搞个九转差不多了。天罡五行之心，这个 PVP 增伤呢，我觉得可以搞，但是它需要14万，有点贵。然后就是九转红圣器是要卖6折，这个买吗？这些都是限购的，可购买3个，3×12，先抽，我先选吧。这10转任选圣器心魔胎，这个圣器是在哪儿看啊？我先看一下，这个是法器，这个、法器也用不了了，9×10把它分解了。来，先提示一下，有送，先抽出完看。好的好的，把这个升一下，技能已经没有了。这个也用完了，才加到这个10阶4星，太不给力了。这个像你加的圣器是在这儿激活。10转我看一下，10转我们先把背包里的先开了，知道吧？这个10阶的一个都没有激活，所以我随便选，任选心魔胎。哎，等等，先不要任选啊，这种任选最后再搞，我们先抽，先抽了再说。他有可能直接抽出10转的，到时候我如果有的是相同的，那就不好搞了。先抽，你看这个转身是十转的 OK 啊。这是衣服，然后这个呢10转。好，先抽，我这里看一下要留多少钱，14万、12万、2万、这儿又是7万，要留35万，我们抽个20万的，3角色都能激活，不是吧？那么夸张，我们直接抽剩留个35万，我们就停走。给了个完美决定轴，就是07优配，前两可以买。好的，0避光戒，啥也没有。抽奖有任务吗？那么好，抽奖的任务应该不是这个抽奖啊。14万那个元宝消费有送，好的好的。哦，那个也要搞，好的好的。再来一个狮龙符，这里抽一次就是45块钱人民币打折。哎，其实没有那么贵，45除以2，也就是10块钱抽一次啊，就是人民币的话，也就是10块钱抽一次，免费的领了呀。好的好的，有免费的吗？没有看到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绝影轴0判官笔。今天这个战力感觉可以到1.6、1.7亿的焚炎戒，然后图鉴美女图鉴，我靠，这个任选太头疼了，一会儿要一一对照去开，太麻烦了。这个妖王灯，再来。这是什么奇奇怪怪、糊里糊涂，搞不懂。镇灵塔，再来，给了一个神武节日的这个装备还不错，充值转盘，再来，怎么还有55万呀？就抽奖吧，又给一个盘龙戒、百鬼台，没有图鉴，再来魔杖配。妖王灯好像已经有了，没有图鉴，签盘龙戒，又来一个，能给点不一样的灵机戒，这是新的图鉴，这是啥？避光戒又有，赤炎壁红包看一下，200元宝，干将是啥？图鉴，差不多别抽了，主要是我这个钱要花掉的。那花在哪儿呢？这里连续刷两个我没有见过的，这个是幽冥币，出神器，这个就是神器啊。哦，这是圣器，等等，再抽147次，再抽2次吧。修罗幡，图鉴，好，又来了，幸运值，这里这个领取了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稍微等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再去抽啊？这圣器好多都可以激活，来，加8万。这里你看，这低转的全都给激活，还是很爽的。我的天，全都有，激活应该不会有重复的，肯定会有重复的呀。然后未收集还有一个这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熔炼之后再兑换吧，应该是。我这一个是加20万，刚那个加了20万，哇塞，这个战力又加12万，好爽。哇，9转的激活一个，加17万，有重复的给另外两个激活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哦，还有另外两个，我的妈呀，那这个加的战力实在是太多了吧。
这也太坑了，16万 ，OK， 不要融了。我之前还融了一下，既然有三角色的，我都没有注意，十一转的没有抽到。来，我的天老爷，眼睁睁的看到我从1.4亿到了1.5亿，是吧？这也太夸张了。神龙珠，其实这个还不够，还要再抽。今天可以多花点钱抽啊。定买的限购，我觉得比较菜，不一定需要。神器抽不了，对，神器那个是抽不了的，好像刚刚说的神器给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打这个关卡给的，神器是抽不了的，对吧？把这个领取一下，现在就可以升这个神器，哎，放进来，降魔符，炼器，好，震天罗，对，这是手游，这个、其实看似手游，其实是一个炫富工具。它是那个 Spring 的喷烧枪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疯狂给你们看我是怎么样浪费 RMB 的。哦，神兵是吧？来激活一个，再来激活一个，这个一个加200万，那么给力吗？3000加成2%，64万，再来92万，4件92万，绝世神兵，好的，哦，绝世神兵 ，OK OK， 再点亮，再激活，我的天呐，34万。我的天哪！啊，绝世神兵这里购买10000铜币，铸造一下，材料不足获得。他是需要这个神兵之灵，我没有，神兵之灵我没有，只要做这个活动和这个任务才给。这里还可以抽5次，哎，东西齐了呀，朋友们，你看这最高就是1500，再转，又给一个这个9转3阶的这个手，最后一个，这个是。10阶突破单可以了，完事儿了呀！这个游戏1500就能拉满，每天600块钱，对吧？超级爽！先把装备强化一下，装备一下。我的圣器不止一个，其他还有6阶的。来一次，圣器主题，哎，每周目标哇，收集一个圣器，我的天，这还有，这圣器我们今天收24个，哎，不对，已经全部满了，还有这个红色圣器还差5个，一会儿可以搞，然后累计消费。第二名还差多少星消我？我已经消耗费了33万元宝了。全民狂嗨，领取这个点数，领取这个嗨点，这个和我们的回轮起源又很像的呀。这个嗨点，连这个名字都一模一样。这儿还有一次没有转，还有一次，给了一个这个任选，好的，9到12转3星任选 ，OK 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刚才眼睛有点瞎，来个12转的先，明天就可以用了。今天已经是11转了，哎呀，这明天到不了，可能后天甚至大后天才能到。是有点盲僧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盲僧有钱就完事了呀，对吧？不要要求那么高，你既要求这个人是白富美，你还要让他贤良淑德，就做不到呀。人家白富美一般就喜欢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能太强人所难。然后男孩子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又要让他能挣钱，又要让他顾家，他这个实在是太难做到了。这里我们直接抽吧，哎，抽他丫的避光镜啊，不用管了，新优配美女图鉴。来呀，佛，哎，佛陀骨，佛心配图鉴，焚炎戒，妖王灯图鉴，哪来的红包？看一下，主线做了，好、啊，还有主线启灵戒，狮龙符图鉴，天启指，魔杖配图鉴，我要疯了，我感觉清幽配，哎，等等等，看到了，谁家600，可以的，单笔充值还没有领，已经领了啊，瞎说，感谢坏坏送的100个粮了。感谢送你100万个粮了，谢谢。伏魔刺，再来，图鉴，神龙珠，避光镜，图鉴，赤炎臂，什么神武，图鉴，鸳鸯配，来开一个。啊，错过了一个红包，一个红包掉了，无所谓。再说天机使，图鉴，赤炎臂，我的天，我念不过来了。妖王灯，能不能慢点？判官笔，魔杖，图鉴，登仙镜。天龙甲图鉴，我的妈呀，幽灵币，修罗潘，这是毒潘吧？然后来这个红包开一下，啊，这是谁搞的？这个红包怎么就已经被抢光了？我手速那么快都被抢了吗？又是图鉴，再来，避光镜，判官笔图鉴，妖王灯，青鸾配图鉴，盘龙剑，神武，哦，只剩24万了，等一下缓一下缓一下，只剩28万了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快的。哇，这有4个，这个紫灵神武一个可以加好多万战力的，加了223万，
牛掰啊，直接升星对吧，升级升级加240万给地爵升了，再升240万又是240万，这也太爽了吧，套装激活再点亮，这尼玛爽到天际了呀，这圣器可以通通激活了呀，来这是什么七转，哎这个可以激活了，降魔杵套装激活是不是有这个属性，加130000，哎没有属性，就你集齐十转的，其实啊十转没有集齐，集齐九转其实也没有加多少战力啊，有点惨的，三转再来激活的我们全都激活一下，说我是游戏偷的你给我听好了，千万不要来玩这个游戏啊，求你看我视频对吧，看我直播看我视频就玩 OK 了，千万千万不要玩这个游戏，这个垃圾游戏根本不配您高贵的手玩，您就好好看着跪舔就可以了，来再来看，再激活没有了，十一转没有了，然后再把这个升一下，哇这四个都可以激活，八点干啥，八点做活动呀，来我你们你看这个游戏里面的大佬加起来才中几个钱呀，他中那个钱即便是七老哥他能赚一点点，这个钱他能赚多少啊，根本都比不上我充钱的这个零头，在这说我是托榜出的咋样了，不要考虑出榜的问题，这个出榜不值一提你知道吗，我从来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的说法好吧，这里剩下就是熔炼了吧，明明就是破解版，玩的是单机破解版，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，这应该是哇那么多个都可以熔炼，我觉得有问题吧大哥，我检查一下应该都收集了对吧，都收集了没有遗漏的，他这个剩下的全都可以熔炼，来全部熔炼了，勾选让熔炼的，哎全部熔炼法器寻宝，哎不对啊那个消耗的在哪儿呢，哎累计消费在这儿领取，已经消费了56万，那今天这个也可以领了呀，好复杂的游戏，16个红色圣器已经 OK 了，哦转世迷道还没有开，哦好的好的好的，那我刚不应该选这个12转的，12转的有问题，我都分解了还有啥，那我的问题，我把12转的分解了，但是问题不大好吧，它本身加的这个战力有限，问题一般般，然后这是自动产生的这个 BOSS， 还有什么呢，这个道行 BOSS 11转的一直奖励，神的 BOSS 他自己打。